项目编号 SCP-043 头不四，项目等级 Safe，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43 不需要特殊收容，但不推荐将 SCP-043 用于实验以外的用途。一个唱机应随时放置于同一个房间以用于进行实验。描述 SCP-043 外观是披头士乐队的唱片 The White Album 的一张塑料复刻版，但是进一步解释可发现这张唱片上没有沟槽。即使如此，无论唱针的起始位置为何，唱片仍会从头到尾播放。当播放到第29首歌曲的时候，唱片不会播放曲目 Revolution 9， 而会停止旋转，且能听到微弱的呼吸声。有时发出呼吸声的实体会用一男性的嗓音说话，该实体会回答提问，且在音乐界、乐理、许多乐队和艺术家的八卦琐事方面显露出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。然而，该实体拒绝回答关于披头士乐队或他自身的个人细节的问题。在唱片的外包装里，找到了一小张手写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限量版，一分之一谢啦 ，John XXX。”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 SCP-043 的资讯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。希望我做什么 SCP 或主题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就这样，拜拜。